陈定邦建议吴若希识啲敦口型。现年24岁嘅吴若希入行5年，绯闻不绝，不过有桃花冇好缘分，人都变得特别顺扯噶。求神问卜之余，又会问啲师傅攞意见。有次陈定邦同 Jenny 好 friend， 又帮过佢同阔少 Alex 夹过八字，可以话系两人之间嘅红娘。不过 Jenny 今日就突然宣布分手，究竟系咪佢哋八字有变，定还是有其他原因呢？其实佢哋两个嘅八字啊，或者个人缘分咧，都冇话系唔夹嘅。但系你知啦，有时后生仔咁样拍拖咧，咁男同女落去有时闹下交啊，或者沙发场咁样，我觉得就会好出奇咯。咁亦都有讲过咧，就系话阿阿子同阿吴若希个 background 咧，可能咧就大家要磨合多少少咁样解嘅。既然 Jenny 已经高调宣布分手，亦代表佢可能另觅姻缘。咁喺玄学上边，边一类男士较为适合佢呢？咁佢咧，我就有帮佢睇过嘅，即系佢其实咧，最好就揾啲敦敦厚厚嘅类型嘅，即系敦敦厚厚嘅类型啦，即系可能系一啲叫做一定唔系娱乐型嘅人啦。系最好就揾圈外人，即系同佢嘅 background 系有少